着奔忙，学着飞翔，别学会遗忘。开了吗？今天我们完全按照考学的流程来一遍模拟考，也是为了让各位同学热个身，希望大家不要紧张，正常发挥。好，开始吧。我这手是不是有点抖啊？放松，秦老师不是说了吗？你画的挺好的。不，我不要挺好的，我要很好，非常好，能够配得上福星的那种好。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这次水彩真的完了，我怎么就没看最后那个苹果呢？王大姚，你说我不能是瞎了吧？间接性失明，有没有这种病？你别发疯了，而且水彩又不是只看这个打分的。烦死了！你到底在烦什么呀？我就是最近一大堆烦心事儿。我看让你烦的事情只有一个。许晶晶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康佳伟和好？我不听。你再不跟他和好，我要被他烦死了。他烦你什么？你是不知道，康夏伟每天拉着我跟小白打听你的情况。高三挺短暂的，你要是再逃下去，就真的错过了。其实我想跟他说话，但是时间拖得越久，就越尴尬，越尴尬就越开不了口，恶性循环，你懂吗？不懂，开个口有那么难吗？那凭什么我先开口？许晶晶，你们俩那件事情，康佳伟是有错，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成绩都下来了，大家都好好看看，对最后的考试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。有些同学进步很快，也有些平时发挥不错的同学，这次发挥得很让我失望。再不调整状态，今年就别考了。王佳瑶，83分，我上80了。挺好的，进步得很快。你呢？上90了吧？嗯。别得意啊。骄傲的学生往往退步得最快。嗯，秦老师，你看我这还行吗？还有上升空间吧。谢谢秦老师。好好复习文化课，复兴对文化课的要求可不低。嗯。你今天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我不饿。你说我现在这个成绩是不是考上复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？嗯，你进步的确挺快的。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没有，可能就有点感冒。嗯？啊，差点忘了，这个康佳伟让我给你的。康佳伟，嗯，他昨天大半夜跑到我家门口，让我今天一定要交给你。我现在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忽然间停在十字路口，不知往哪边，沉甸甸还没有分别，便开始想念。忽然间喧闹的操场只剩树影摇曳，青春匆匆落下了句点，没制造悬念。晚风中飘过少年间。
同学，啊，你们考完了吗？考完了。好，谢谢。也微笑再见，我们学着奔忙，学着飞翔，别学会遗忘。云江，斜阳映照在你面庞，忍不住的望，好像一只蝴蝶停留在心上，挥着翅膀闪动了时光。你今天你先说啊。好，我先说。你今天考试怎么样？顺利吗？挺简单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呢？模拟考成绩出来了吗？多亏了你的牌，考得还不错。那就好。嗯。那祝我们两个，祝我们两个都能考上附送。嗯，过马路吧。红灯，用喜悦出演这沸腾的夏天。我们学着奔忙，学着飞翔，别学会遗忘。开了吗？斜阳映照在你面庞，忍不住的望，好像。我说你怎么出门的时候不多穿几件衣服啊？不怕着凉啊。挥着翅膀闪动了时光，我们记得坚强，记得成长，记得不能忘。平静，我知道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弥补不了我之前犯的错误，但我确实是真心想。我知道你是真心的。那个 PPT 我看了。你看了？其实我应该跟你道歉，我是因为太想上复兴了，所以我变得很敏感。我不是气你填的南山，我是气我自己，我怕我真的不争气考不上复兴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之前有那么多事情也没问你的想法。真的没有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这么久不跟你讲话。我也一直没跟你讲话啊，反正是我做的不好吧。是我的不对。我说了是我的不对。是我的不对。我不，我说是，不是你不对，也不是你不对，是你们俩都不对。看看站哪儿了，啊？又是你，你瘦了好多，啊？认出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俩的。